健康的这方面的一些困扰问题啊，大家呢，这个好吧，好正眼贴，赶紧给它贴上，正气眼贴，你给它弄上去啊。15-20分钟之后，你把它摘下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立马感觉到眼前一亮，啊，那种感觉就跟拨云见日一样，你就知道你之前啊，哎呀，那个眼睛的状态就像雾里看，总感觉好像洗脸啊，那个眼睛啊，哎呀，你得可以把它洗干净，对吧？按照咱们闽南话，就是马塞呀、啊，哎，就那眼屎没洗干净一样的啊，总感觉眼睛油油的、腻腻的、朦朦胧胧的啊，就感觉像那个窗户玻璃没有擦干净一样的。然后酸胀涩，然后呢就厉害点的，甚至呢可能小风一吹点就晕了啊，这个都是我们眼睛循环代谢呢不通畅的一个感觉。通过不通通不通啊，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。所以呢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呢，就是给大家的眼睛周边呢做一个理疗，哎，用他们的这个专注20次。